马克笔，马克笔怎么画？马克笔是这样的。我猜这是长凳、腰带、长城、伤口缝针。不是。我猜这是钢琴、牙刷。傻吗？马克笔，我写字了，马克笔，马克笔，知道吗？我也太会画画了吧。我猜这是鞋子、蚂蚁、椅子、床、长凳。犀牛，你无法辨认它的这个，它的这个。我猜这是橡皮、桌子、蜡烛、生日蛋糕、床。我猜这是长。哎呀，你们猜猜酱子画的是什么？